食的，无卖房见到卖大病好无？哦，杀来鱼啊，还有来条鸡卖房来，时间宝贵，卖钱来哦来，快讲来啦，我来啦，来你，快讲我来啦。哎，都重点咯！哦，到恁家的，恁先讲。我咧讲真诶啦，吼！我讲恁到面都袂改，我后壁提啊啦。我咧讲一句实话啦，吼！我咧讲这帅你看啥物吹啦？吹好食，真好食，剩落我卖甲你加讲。吼，吹真好食来啦，吼！一个帅你本身无好生啦，吼来。我招只熊，招只金头来，卖我一地卖偌济。咱平常先讲一句话啦，都甲俗一斤是价300多块啦。这地我咧搁开着偌济，100、600也得唔啦。一个盖无拢200-300起条嘞啦吼，我讲来啦吼，今仔只要算你，我招恁几个就好啦，好无？两地要起卖600，第五啊五我招一个500块来就好算你，好，小鱼500块，我讲来啦吼，今仔算你，我招一块钱就算你个啦吼，举500块算你，看你要吹无？500来就好算你500块，你就算你无招一个500块来就好来，500，你若算你无招一个5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要500块，五百块，啥物事来啦？来，我讲来啦吼，来啦，今仔只要算你，我招一个就好啦。好不好？这三地500块来，我跟你讲来，好、哦，四地五百，我招一个500块来，好来。那你4地500块，你要吃无？对啊。小鱼啊，再吃下500块有无？四地五百。四啊，五地一百，这样。来，一百。什么五地一百？五地一百，五地五。五地一百。五百啦。我跟你讲来啦，好听者。六地五百。来，来咯。我跟你先讲啊吼，你只要要食蒜，你我招一盆好好无？吼，4地500块啦，来我来讲，4地500你无得买啦，我搁先讲来啦吼，5地500就对啊啦，吼，5地500唔嘛来啦吼，卖我先讲，这六地我招你啦吼，500块来，好啦500，阿平大姐来啦，来，我来讲来啦吼，来这4地500来啦吼，5地600搁招一500块来，好啦500，好啦，卖蒜你个无啦吼，卖蒜你我招一500块来，好啦我来啦，吼4地5地600搁招500块蒜，你啥物水来？500块鳕鱼啥物食？蒜我招一500块蒜，你啥物食？500有无？鳕鱼500块。鳕鱼我招一个500块，鳕鱼啥物食啊？500有无？500块？无哈，鳕鱼500块帮我拆完吼，哈，再另500帮我拆完吼，帮我拆好袂放安尼哦，算你啊，好，帮我拆完吼，好来时间宝贵，卖钱来哦来，我讲我来啦吼，来咧，这边过来先讲话啦，我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，我讲我来啦。我爸只啊，春寒山我上一遍好无？爸只啦，我讲很好，陪我爸只啦。我春南山，我搁上一遍啦吼，在座要食，我你讲来，盐酥酥的大蒸好食，出来我咪搁加讲，小可大细买啦吼，现老爱，嘿哦，伊就对啊，现老爱，一尾偌济，一斤200的算，一尾价无40块，吼，两尾三尾四尾五尾好起好无？我你讲这两尾我就食，那我三百二我就食200块就好。下一摆一样。欢迎早安，第六早。大吉啦！欢迎上好。欢迎我那一天。看了我们很久以前的影片，有看到你之前就有在看了，我都忘记你了。七百两百，八百两百，九百两百，好不好？哦，十百两百，好不好？你应该看了2年半以上了吧？大只啦，你一百只啦无？感谢聪明，感谢。只要我你讲你食较济咧，剩咧拢送你啊，安尼啦好不好？我正常是爱收盐，好来，左右边都占满了，来两百，好来。来，搁啥物食？我讲吼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吼，15块就是200块肉以下食来。好，你讲来啦，那就要10块啊。我讲来吼，搁啥物食？我来3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3、14、15就是200块肉，食啥物食呢？肉以下200块，食皮蚵仔。爱收盐。哎哎哎，做你甲收无紧，吼，200块啥物食？200。好，你买10块吼。这堆200块招无一个来啊吼，无要来，我跳边啊，别忙。之前就看了。可以吼，后来别忙啊，你来大下啦。我过来有100块来，卖我先做下来。应该3年了。来，吴国宇。快3年。快。我还没死。我过来什么钱？要吃就是100块，安尼好无来？我招着100，好100块，我过来什么钱？100有无？吴国宇。我过来100什么钱？快十块吼。哇，我过来帮卖吼，阿妹还没死的。我你买只还袂死的，我等下再放一下，等下就死啦，好不好？你骗，好来袂帮啊！来来来，我你讲来啦，来啦来啦来啦，来咧！迄个到底敢会说讲话？什么呀？你讲啥？你无讲话吼？无讲话好乖，我你讲来啦，来咧，吃蛤蟆啦，来。好，蛤蟆蛤蟆，啥物吃蛤蟆？我你讲蛤蟆等于煮只蛤蟆汤，蛤蟆羹，好不好？啊，煮只蛤蟆汤袂歹啊，煮只菜粿好用啊。我讲一斤偌济？90块来，只面偌济？90、80、100块啊，100块。来吃蛤蟆100块，来。我招一个100块蛤蟆，啥物食？100块蛤蟆，啥物食？100块要食无？蛤蟆100，蛤蟆我招一个100块蛤蟆，啥物食？100有无？蛤蟆。
我还没吃完哦。蛤蟆一百块，你要吃蛤蟆无？我就点一百，倒蛤蟆一百块，无吼，来快讲来。要吃蛤蟆就点一百块来倒，卖个螺丝啊，看什么吃，一日一百倒蛤蟆，一百块蛤蟆看什么吃来。来一只无？蛤蟆一百块。蛤蟆就点一百，蛤蟆就点一百，蛤蟆就点一百。看你贵，看你贵咧，还无人要杀我啊！看你贵，真正看你贵，真正看你贵，边仔都看你贵。无，你困到了。真正看你贵，哈哈。哎，姐啊，我坐坐，较无共看出来，你看好无？那个只只久无变，几落年无变啊？我叫恁几个倒啦，啊，转去啊吼，虽然打针好食，我恁听我讲意思啦吼，虽然打针好食，好不好？啊，像你讲嘛袂晓啊，反正讲白，像你讲白袂晓啦吼。我讲嘛，这叫啥金线啦？啊，金线我甲恁讲重点哦，太好啊！啊，转去免恁抬，一食恁针就好食咧，好不好？安尼啦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讲就几个倒啦，好不好？金线鱼啊，这种太好就对啊啦吼。卖我一尾了偌济，咱讲这个金线单价不离啊贵，一斤300多块啦。哦，300多，当然我讲句实在啦，这一尾绝对无一斤啦。哦，这尾抓到偌济？这抓到我讲90、100、90、100、100、100鱼无重要啦。我讲今仔想要吃好一块熊的倒好无？哦，金线鱼啊，两尾去安尼好无？两尾就一个倒好啦，好无？我讲来啦，啊，三尾去，这个第三尾来啦，安尼好无？三尾来啦，卖讲你开300，卖讲你开200，我就一个200块来倒，啥物事啊？金线鱼200块，无要来。三尾200，我咧讲来啦，要金线来，后尾200块来，倒我招一个倒啦，只200块金线，啥物事呢？金线是200块，人要爱无？金线我招一个200块金线，有人要吃无？金线后尾200，要金线无？我招一个200块金线，啥物事啊？200块金线鱼，那有够好卖啊！哎呀，金线你要吃无？后壁搁一堆嘞啦，要紧提出来尔啦。来喽，我讲吼，歹势，爱落金线，咱要食无少一片头。安尼好无？来，我讲来，伊算久无卖啊啦吼，即五百200块包要插偌吼金线啊？金线太好个，咱讲真个啦吼，五百200块金线包要食吼，来，我讲来，今仔有想要食金线，我少一片头啊，五百200，剩了我包甲你加讲啊。安尼好无？我讲六百200一个来。好，六百200来，食较济咧啦。反正讲八食较济咧啦，好来，七百200一个来，要食歹啰嗦，七八百啰嗦少点，你200倒来，金线来。好，1、4、6，好来，八百就一200块金线，啥物整你来200，金线是200块来，唔系200，太去收严重影吼。1、4、6，八个就一200块金线，是啥物食来？金线要食就一200块金线，啥物整你？200块金线，来食大只来200块来，来。一、四、六，来，好，八百就一200块金线，什么吃啊？来，带来200，来，那金线鱼的无？来，一、四、六，来，八百就一200块金线，什么真嘞？200块金线搁什么吃啊？金线鱼200块，咱吃金线的无？200无啊？金线200才够啊？好，啊，200块金线，很慢来200，来，好，搁有什么吃的无？快讲，一、四、六。第二就一200块金线，搁啥物钱呢？200块金线，能买无？金线我就一200。哦，弄得太啦。无。太好啦，太好啦，太好啦！我甲你讲，你装太好啦！来，一、四、六。这再要吃啦。八，最后一个200块金线，无啊？金线伊最后一个200，啥物吃的啦？无卖房，镜头卖拖卖啦。金线最后一个200块，有哪十块无？无。金线再一个200块吼，金线啊，还有来，来，啊这个白叶倒来啦，白叶倒啦，啊白叶倒来啦，我讲来，好，要食几啊来倒，见到人碗鱼啊吼，所以讲伊手用碗啊袂歹啦吼，我全当无饲倒一支白骨尔，我就几啊来倒来看什么吃啊无，卖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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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啊来倒来看什么吃啊无
好，我三百就这来啦吼，三百我今麦我开八百开七百开六百，好不好？五百四百我就借三百块，我为什么出来？我为了借三百块，什么借来？来，好，接着我就借块，什么借出三百？好来，我为三百块，什么出？我为三百块，来借我来无？三百块，我三百，冇要过来。快讲吼，要食我阿就一块，想要食我阿姨，我食较济咧啦，好无？我就一三百块，我阿姨想要食三百块。咱要无，我要三百块一个，要食遐啰嗦啦，镜头啦，我来啦。快讲来啦吼，要食我讲，即个我就直接食四三百，都三百块啦。快食我阿姨吼，三百，啥物阿姨啦？我阿姨啊，来吹无？我就一三百块，来吃无啦？我两百啦。我。两百。我袂放卖啰嗦，三百，我。我啊三百块，好了。要拍大鱼啊！来，这大阿姨。我啊啦，大阿姨，差济。我啊啦，大阿姨。这面大阿姨啊。今仔敢试试？试试。今仔敢试试？今仔敢七零八升？明仔载呀！好，明仔载呀！好，明仔载试试啊！不要讲啊吼。来来来，黑林来，黑林来，过七夕，好，黑林来，现场都过过来啦，来啦，观众来啦，对，我是讲七零八四，佮毋是爱拜，是讲虽然爱拜鸡酒啦，袂算拜啦吼，咱讲真个啦，拜鸡酒拜米糕啊，佮毋是，观众来啦吼，黑林快些食黑林啦吼，炒饭炒面炒米粉包水饺包面是好食，好无？要食买个几啊来倒，一斤卖偌济？一斤三百块，四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四百，我就借三百块来倒三百块。哦，三百块，我讲买啦吼。现在吃鱼，我就吃三百块，你现在吃三百块，不吃三百。好，现在三百块。八百。哎，三百块，这么吃鱼。